现在妈妈带着弟弟去买珍珠奶茶，她买的是黑糖珍珠鲜奶，一杯45元。那这家叫原水流，它的鲜奶有号称鲜奶界的 LV 高大鲜奶。妈妈，请你想喝吗？你不想喝哦？只有妈妈跟弟弟想喝而已。这里是园里蜜汁烧烤，晚上的时候营业啊，蛮多人的。这是园里的街景。黄宝金，黄宝金，好了没？嗨，要不要过来？你要亲爸爸哦，过来啊，过来。老婆，你点大杯还是小杯？你点中杯还是大杯？问一下而已啊。哎呦，一直亲亲亲过来啊。你去跟妈妈等等那个珍珠奶茶好不好？这样子不算亲。弟弟这样不算亲哦？对。不然怎样才算亲？要这样子亲的才算亲。是哦，手手他手手不对就对了。是哦。可是分开来，合起来来这样子。哦，好，我知道了。好久啊，已经过了2分多钟了耶。现在是中午11点多，不知道会不会下雨。等一下想要去王宫看王宫与我节。什么事？我要送礼物已经选好了。什么东西？我要送礼物已经选好了。你要买什么六岁礼物？啊？你要选那个镜子哦？不是，儿童化妆品。你要买儿童化妆组哦？儿童化妆品。好，儿童化妆品，我知道了。爸爸记下来了。爸爸存钱钱再买给你好不好？爸爸存够钱钱再买给你。可是我昨天要妈妈存钱拿来投。很棒哦，自己存钱哦。你看，弟弟又在那里，不知道干嘛了。可能在那里捡宝宝。对啊，走，我们去看一下他们好了，走。走，爸爸去。哎呀，你不让我下来哦。因为没人扶我啊。哦，好了，那我知道了。因为我不想去啊。你不想去啊？你看他们快买好了，妈妈戴上安全帽代表快买好了，待会就等那个珍珠奶茶送过来了。好了，你看送过来了，我要拍。哇，来，这个就是妈妈买的珍珠奶茶。哇，好大！你买大杯的哦，天哪，你买70元的呢，天哪！还有2杯鲜奶。哦。帮我抱他去坐。